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，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市中心的室外机形象。要告诉您的是，天气蛮好的，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比较稳定，但是您可以看到天空雾蒙蒙的，提醒大家今天整体说起来，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都蛮糟糕的，大家务必还是要多留意了。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，在今天环境转为东南风，而且水汽比较少，所以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，可以看得到阳光露脸的天气。只有在今天呢，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偶尔会降一点零星的飘雨，至于在西半部的山区，午后也是会出现零星的降雨。温度方面，各地的低温在今天普遍落在20到23度，高温则是有29到33度。好，中南部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，在今天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哦，外出活动还是要多加小心温度上的变化。好，另外提醒哦，在今天早晚时分，西半部地区很容易会出现局部雾还有低云的状况，如果呢这个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慢开，行车用路要小心安全了。接下来带您关心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这个礼拜六的白天，天气状况都是蛮稳定的，但是提醒您天气变化就出现在周六晚间开始，封面要报到了。您可以看到到时候呢，全台各地的天气温度都会明显的下降，而且呢整个中部以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下雨，这一波的雨势呢不会来得太多，但是呢这个五一连续假期嘛，天气状况会是先干后湿再转干。好，转干的时间点呢就从礼拜天的晚间开始，还有礼拜一，到时候东北季风减弱之下，降雨的情况才会开始慢慢的趋缓，雨区范围也会比较缩小。最后我们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，提醒大家日夜温差蛮大的，还是要适时的增添衣物。好，另外就是由于受到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，开车的时候要多留意视线。同时在今天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都蛮糟糕的，中部、云嘉南还有北部地区亮起的是橘色提醒。好，至于在南部地区的高屏则是亮起了红色警戒，大家务必还是要多留意，尤其你本身是过敏族群的朋友务必要多小心了。以上呢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。